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请各位媒体老师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。于老师你好，请问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工作安排吗？接下来当然是巡演呀。是我们确实最近有这个巡演的计划，但是具体计划一直计划烦死。上海、深圳、武汉、苏州、成都。那曲目呢？这么说吧，这一次不仅要路过闹哄哄的人间，还要去到有风的地方。当然你们不要指望我在这里一次说完哦，来演唱会就知道了。玉老师，刚没记得来，咱演唱会名字叫什么来着？终身浪漫的开始。